大家好，好多谢大家收睇我呢一个半个小时嘅独家音乐会。独家系独自在家音乐会，系啦。我想介绍一下，今日我系好珍惜呢一个同大家分享音乐嘅机会啦，所以我系个妆嗰度，我系加咗少少幻彩嘅眼影嘅。而個嘴亦都加咗啲 lip gloss， 跟住咧，我就係想介紹一下我後邊呢一個佈景。話說我都收到好多投訴啦，間房真係見過太多次啦，有冇諗過換個 background 咧？或者有冇第二個角度影到我彈琴？係冇嘅，因為咧，我前面其實呢個係手機，咪？手機後面就是牆了，那我無論放在哪個位置都是拍著我這個角度的。如果我放在這邊的話，它拍著到門都是拍不到我彈琴，所以就為了表示我的誠意，我是換了一個 background， 用了一張我很喜歡的皮皮就做了一個今次這個 suppose 很有型的音樂會的 background。 事不宜遲，送給大家我的第一首歌，今天都特別的，平時大家會看到我是自彈自唱啦，但是今天呢，我是會好像唱卡拉 OK 那樣，不過也有一些歌我是沒有那個音樂純音樂在身，所以呢我就會可能大家是會聽到原唱，但是都聽到我現場唱的。好了，事不宜遲，我現在就開第一首歌先。不好意思啊，等等。喂 ，OK， 有聲，有聲，咁跟住我播呢隻，送俾大家今日嘅第一隻歌。Sorry， 我未揾到。
唱错歌词。OK， 啱啱呢首咧就系、是、波点女王。其实我都可以拎啲灯为自己打灯嘅，不过我又冇准备到 ，sorry。希望大家中意啱啱呢个版本，唱到个头都乱晒噶。好啦，咦咁光嘅，个灯好似太光，但系我又唔系好想搞再搞啦，因为可能会越嚟越衰。跟住落嚟呢一段时间咧，我系想清唱一首歌俾大家听嘅，我谂到一个办法啦，不如我播住只歌，然之后就同只歌一起唱俾大家听啦，你哋等我一阵吓。都是分开咁样录好啲嘅，如果唔系嗰条片咧就会系几百 G 噶啦，系好大噶、哦。OK， 好啦，我而家要唱嘅呢首歌咧，真系要用个琴先得，如果唔系咧，就大家会闷噶。
Thank you。啱啱呢一隻就係我啱啱出道嗰陣，哇！2005年、2000年嗰陣時寫嘅，2005年出嘅，即係20年嘅啦。呢隻歌其實20年前寫。咁我嘅寫歌咧，好似過呢十幾二十年咧，都有試得好多唔同嘅曲風啦。咁我唔係諗住講呢啲好似訪問會聽到嘅內容。我係想講咧，我嚟緊嗰唔知幾多年咧，係會試更多嘅曲風嘅。yep。喺呢個時候，我想送俾大家一首歌。我要攞歌詞出嚟，所以我熄咗先。咁我喺寫旋律嘅時候咧，我係分兩種嘅，一種咧就係容易啲同大家溝通嗰種啦，一種咧就係好自我想表達同埋好 expressive 嗰種。咁呢以下落嚟呢一隻咧，嗰陣時因為係演唱會，我就需要一首演唱會主題曲。我好想寫一首大家容易有共鳴嘅歌，咁於是就寫咗以下呢一首歌嘅旋律，跟住就邀請咗黃偉文去填咗呢一份我知道好多人都好中意嘅歌詞。天当没明天，捉紧我。
最尾嗰個 chord 彈錯咗，好彩撈得翻啫。希望大家中意啱啱呢個版本嘅龍一版本嘅末日啦。係啊，跟住我諗下，我係話我會唱一首人哋嘅歌啦。咁我而家識咗呢一個先。呢一首歌咧，系真系我从来都冇唱过，写咗都有真系有20年都有啦。我真的受伤了嗰个年代写嘅歌，但系原来忘记咗啊！唔系写俾自己嘅歌，系写俾人哋嘅歌。呢、这个人咧，佢系姓张嘅。不知佢記唔記得有呢隻歌呢？我揀個 key 先。
雖然彈錯咗同埋唱錯咗，但我唔想錄過，因為對上一次彈呢隻歌應該都真係有十幾二十年前，跟住而家突然間望住啲歌詞再演繹，原來好感動啊！會諗起好多嗰陣時寫歌嘅生活啦，寫呢首歌嗰陣時嘅心情啦，會諗起做呢一隻歌嘅時候嘅一啲回憶片段啦，原來係會記得嘅喎，好珍貴啊！好開心有旋律同埋有音樂，記得一啲生命裏面重要嘅時刻同埋珍貴嘅回憶。咁就係咁多啦，今日希望大家鍾意我呢一個三十分鐘嘅音樂會啦，亦都希望大家鍾意我呢個新嘅 background， 因為我研究咗點樣可以整㗎啦，我黐搵個牛皮膠紙黐住個皮，佢坐我都黐到啦，所以我下次可以換第二張床單或者第二個皮又再錄過囉，係咪 ？Thank you， 下次見啦，拜拜。钟摆布时间，给我剧情换了主意。突然一低头，熟悉系我哋嗰个分唔到，究竟系自己唱紧啫。OK， 或者我清唱啦，唔好意思啊。我眼前追不到你脚尖。要約好手牽手再並肩，我角色撐得起到。Sorry， 唔得。Sorry， 我啲線棘住咗。